女子们，我在贵阳，猜猜我今天吃什么？贵阳最火的一种豆豆风火锅。这是我这个月第二次来贵阳了，之前已经拍过各种小吃主食，但是豆豆粉火锅是第一次，人生中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视频里面。整个楼层哈，直接把这锅底上把它点起，牛黄筋、番筋、肥肠、陈皮、猪肉、牛丸子、牛肉，真太多粉了，密密麻麻点了一堆，先吃。去打一个蘸粉。看别人的调料碗里面都是堆煎的汁，这个它的锅底里面就是有肉末的，我还加了一份肉末，煮开了之后就可以吃了。点的是酸辣的一个汤底，哇，这个汤底看起来就好有食欲啊，那种酸酸辣辣很开胃的。我们先下菜，这个是肉筋，哎呦，我分不清啊，反正都是乳牛胸口油、牛肉搞里头、蹄花。等锅底烧开的时候，咱们嘴也不要闲着，先来一碗这种卷皮开开胃嘛哈。两板呢，这种跟我们云南的那个卷粉有点像。可以和你拍张照吗？我很喜欢你。你不是在拍吗？就拍过合照吗？哦好，你们是来玩吗？我们是本地的。咱们就讲贵阳话了嘛呢，烧烂东西好甜。哎呦，你会这个东嘛？嗯，讲讲普通话哦呢，你好国际，你好时尚，你好 international 哦呢。拜拜。天啥子婆娘打乱我的这种计划。酸卷皮是，如果在门口排队排很久，我打包十碗卷皮回家吃我都愿意。接下来我们捞肉吃，这肉都混合到一起，我分不清谁是谁了。谢谢，这个一定要点，我跟你们讲嘛，冰江我晓得不嘛，真的很好喝，一口冰爽一整个夏天。我这个是凤梨味的，来把这些菜些全部倒进去，给它围起。前五福的小香肠裹满了那个酸辣的汤汤，先吃一口原味的。哇，不蘸调料都好吃啊！试一下我自己乱打的这个蘸料吧。志勤啊，这位朋友哈，我们说好下午要出来吃饭的，5:30打电话不接。我从2点过去到了6点钟。哇，我这碗是纯肉。我看这边这种辣椒面真的太香甜了，太香甜了。香甜，这辣椒面香甜。这老姜米香很。深夜刷到这条视频的姐妹们，对不起了啊！我这个调料都是我自己乱打的，都好吃。这种豆豆粉火锅哈，必须要配米饭。看烧吃点就吃这么多，下面有很多肉末，就不管什么是什么了，全部拌在一起，擀一点点这个辣椒面。哇，这碗饭封神！我现在觉得这个锅里面煮什么都好吃，配一点他们的那种秘制的辣椒面。为什么贵阳会设计这么多下饭的东西啊？然后把这个碗里面的辣椒面搞里头，这碗贵州酸辣汤拌饭我先干为敬，好好吃。我没得那个火锅油香呢，哎，因为你没有弄对我的那个调和，哎，那个都是普通人和那个我们这种美食博主之间的比对哈，你都吃不到那些味道。帮你带一个调料，需要增加30%的服务费。吃饱就可以了吗？好容易将就的一个人，还挡到我的镜头了。你吃的太自我了吧，这位朋友？我在探店哎，老师，一个人吃不完，关键是你的手挡到我的脸。真的好完美，我觉得这个卤过的猪皮也好好吃啊。你觉得这家跟就是开在外地的贵州这种火锅有什么区别？区别是折耳根，他们那个折耳根每个人的碗里都是致死量，闷了的，我砍刀我都脑壳痛。你不是这样的是吧？不是，像吃那种生肉一样的。看到这里，会吃折耳根的扣一，不会吃折耳根的扣二。又解锁了一个贵州的豆豆粉火锅，你们下次来贵阳一定要来吃，做好炫饭的准备，因为真的巨下饭。香很稳，好吃很呢。I like 贵阳。好，今天视频里面的最后一口呢，就是献给这个牛肉。好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点菜，你不点我点。点，快点。